胎，人家养双胞胎。嗯。哦。不一样高啊。不一样啦。长得也不太一样啊。差一岁，感觉差一岁。一个鲜花爷爷吧。自己用绝招啊！你看，他死了，我砍了他。耶，就是那个黄连虎的那个。这是最小的吗？对啊。你要跟小弟弟玩才对。对对对，慢点，这个快点。他不要跟那小弟弟，他都要陪小的玩。等他静静先。对。哎，有这儿。啊。演唱好像就台湾大哥大的嘛。阿龙飞太远了。哦，你要到下班，应该就半夜分就啊，来 TD 下来。加推了按龙啊，都加了啊，标竞速机啊，竞速哎，该累了龙。那两个同时标，哎呦，该有霸气哦。嗯，对啊。这 T D 啊，累了搞什么？这应该抽个田伯龙啊，田伯龙啊。你好摸憨，去做啊？去你啊，去教授啊，应该教授呢，清代教授，看你又憨摸啊。他不用两天一夜啊，他可以那个飞两个钟头就好了。多观众，那离他这里飞哦，因为他就是很多观众，收钱收到手软。要到高山你懂。动活啊，他福利很好啦。因为人家就要按手续又回动。就差在他的福利很好。